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做会皈依三宝。阿舍利尊严，我地主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尊，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达摩利奥中尊，皈依精伽诸众中尊。阿舍利尊严，我地主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尊，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达摩利奥中尊，皈依精伽诸众中尊。阿舍利尊严，我地主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尊，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达摩利奥中尊，皈依精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何注第723页，倒算第三行，对第二句看起啊，括弧对这看起。以上应一念，这个执着顶面所讲的是讲一念，以下呢名净心，一念净心。大圣一句莲池大师在疏钞顶面讲的一段话，阿弥陀啊，疏钞啊，净即心净，净为色论，闻真假为有实德灵。心念傲欲，心静为性啊！不言心静，以心性故。如水清珠，灵清浊水，有诸莲花，各自有相。唯有不信，诸相混浊。佛令混作无心心所，如结慧物诸慧慧他，心净幻彼国净为相，心修净土诸佛心净，心为极无明亦心意。到这是一段啊。这一尊一代是教49年的教学，这个一念净心看得真重。那亲像都是咱学习的修行的枢纽之所在啊，那最关键的所在。一念是真心，真心有心，那真心的心呢，确实会化解一切冤业，业障习气，能成就无量功德。也解决一切问题，
啊，今仔日即个世界的问题呢，每一个人拢明显的感受到非常严重。啊，严重到什么程度？关系地球上人类的存亡，关系到这款程度了。啊，那是讲未当啊，先有处理呢？人类在地球上就会灭绝。嘛，问题真多啊！但是呢，这么多这个问题当中，有三个最重要的，迫切啦，需要解决。第一个就是越族战争，啊，第三次世界大战。咱看到今仔日社会动乱，美国又搁要出兵叙利亚，无听到讲，这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会引发核武战争、生化战争，人类在地球上完全绝灭。啊，这个地球的存亡，现在啊，出现在美国人的啊，投票人的手头。投票人若是战胜战争，这个世界麻烦就大了。无战胜战争，会缓和一个时期。缓和是第时间呢？啊，人类无遐大耐心，无一定什么时阵阁有人来发动。发动的人伊啊，威胁啊，只看眼前的利益，眼前的利益伊达不到啊，世界同归于毁灭。伊家己嘛活未成咯，第二个就是公害啊，公害是地球的染污啊。科学家甲咱讲啊，这个染污哪未当化解？在五十年了后，这个地球上无适合人类居住，人会去倒位去呢？嘛是全灭。五十年时间无讲真长，目睭年都到了。啊，也有第三个问题。人口的膨胀，人类一个作业啊，嘛是会当毁灭人类。啊，藤文碧博士提出来的，真正若想要拯救，赶紧组织地球上变作一个联邦的共和国家，全世界统一，会当啊避免啊这些灾难，这是一个理想
做未到啊。啥人会啊放弃家己的利益呢？过转整个世界，共同的利益，啥人肯做啊？伊讲，因佛陀、耶稣，因那是真正为大众来牺牲家己。那佛陀的精神是帮助众生离苦得乐，耶稣的精神是啊帮助众生消灭罪业。啊，这款人才做得到。世界上的人不可能啊，每一个人变做佛陀，变做耶稣。啊，实在讲呢，世界变做这款呢，为根究底，一个是教育上。信仰啊，咱那是对一百年前就开始好法来教化众生，未啊变成今仔日这个款式啊。现在科学技术啊发达咯，特别是传媒，正好的工具，哪讲利用这个工具。把人生的铁盒讲清楚、讲明白，牺牲家己的利益，你来利益是你想象未到。那释迦牟尼佛牺牲家己的利益，耶稣牺牲家己的利益，因那里纪念啊释迦牟尼佛呢，用释迦牟尼佛学习呢。这世界上有多少人呢？纪念耶稣，向耶稣学习的有多少人？几十亿啊！啊，这种的应邀啊，是因啊，这当年在世啊，无想到的啊。咱来看这个利益，看这个利益，这个利益中观啊，这个。利益是英雄啊，人生啊，在世这个小利益，短短几十年呢，啊，这过去啥人会知影呢？眼光爱看较远的啊，爱看较大啊。这个地球上，在最近这一百年当中，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个教训，那这么紧都不会记得咯。啊，汉奸、外奸、伊拉克的战争，也未结束。这人那会这么健忘啊？那头脑，我明文利用，充分咯。哇，星星的礼拜的面前，这个战争偌残酷的啊！那这是偌重的啊罪孽！啊，这是耶稣跟佛陀说无用问呢。啊，所以呢，拯救啊，施救的方法真多啊，真多人在讲，无一个会落实的。释迦牟尼佛无讲，耶稣嘛无讲，但是落实啊。啊，落实伫倒位咧？落实伫教学啊！
这个问题会对开悟了后，无条件。无私心劳，但经教学49年，点点的经文啊，耶稣刚经教学3年，可能定死在十字架嘞。啊，做出。一生刚去奉献乎众生啊，啊，这种的精神教育啊，互人敬拜啊，互人怀念啊，敬拜怀念一定都爱对谁啊，爱向伊学习。啊，人，一切动物来对，有一个特点，知影家己会死啊。啊，人知影，动物唔知影。啊，对家己的人生，来做一个真好的规划。死了后是要按怎呢？要去倒位啊？啊，亲像耶稣的规划，这下规划是真值得咱来学习。啊，在这世间上，肉身死亡了，精神永远拢未死啊。啊，偌济人崇拜啊！哇，侪人一个咧甲伊学习啊，这都是记得啦，这都是意义。啊，个何况耶稣甲咱讲有天堂甲地狱，这个阿摩尼去讲啊，更加清楚，另外也有天呐、啊。啊，祝福国土。变化界、虚空界，啊，宇宙当中，亲像地球这种生活环境，无量无边际啊，太多太多了。啊，有比咱搁较好的、最理想的生活环境，极乐世界。这个摩尼佛甲咱啊介绍出来咯，咱今日用这个经本都是说明书啊，啊详细甲咱介绍西方极乐世界啊修行的好环境，生活的好环境啊最理想的环境啊，咱这个六心死亡咯。咱的灵性会归属去到极乐世界，美好的代志啊！啊，要去极乐世界，当然都要啊，积善啦，啊，断恶修善，积功累德。啊！伫这个世间，然后修仙积功累德，家己真快乐，家己认同啊，为自私自利做足罪业，家己心内不安啊，迄个什么良心的积弊啊，这个人也有良心。那中国传统文化是整个人类
传统啊，文化内底的精髓呀、啊，全人类都嘛应该学习的。啊，伊毋是局限伫即个啊地区啊，即、這个族群伊毋是啊，伊是洪祖武丢。罗马是一切众生最美好的机票。有一个少年人，应该要发心学习，发心成团啊，做孔明啊。做释迦，做耶稣的真正传人，舍己救众生，啊，救这个地球，救一切众生，这是偌伟大的事业啊，偌有意义的事业啊！啊，早你下晡，咱上课顶一堂课，即收日本的一个电视台的访问，伊问我真多问题，啊，我甲伊讲，生活伫现在这个时代，心量一定要拓开。伊问我讲：“你是这佛教徒、净土宗呢？你为什么弘扬啊这个地主规呢？”我甲伊讲：“今仔日未当有门户之见，唔当有分别，唔当有执着，只要好，对我有帮助的，拢爱学习。”那释迦牟尼佛是我的老师，孔子嘛是我的老师，我无分别心。啊，老子嘛是我的老师，儒释道我都我拢学。哪讲儒释道拢学？圣经啊，我嘛学，古兰经我嘛学，其他的真多宗教经典我拢会学。我无分别，我无执着，我感觉这些圣贤拢嘛是我的老师，我是伊好学生啊。啊，因所教物件我拢会向咧，我拢接受。我对因拢啊，我讲剃头地。那今仔日咱要化解这个世界上一切纠纷冲突，用什么方法？啊，咱所想到、所做的这个方法上介好啊！就是有就是一家啊，咱大概是一家人啊，兄弟姐妹啊，有遮侪好老师。你用的方法不同，但是详细注意，因的方向是同款的，因的目标是同款的，哎，就免收钱咯，啊，钱无毫无意义。讲这个方向，讲这个目标，啊，所以咱就全部拢嘛爱呀，尊重。来敬爱啊！啊，认真学习。咱的目标是世界和平。啊，咱的终极是天下一家。
啊，一定要认真学习。这课程啊，太多了，太杂了，没安怎呢？我是希望讲每一个宗教编一本册360，拿来做全球普及的这个教材，啊，分量免做360条，介绍伊的教义，咱是真短时间全部拢学会向你咯。这个物件的背诵，爱会记哩。啊，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爱遵守，唔通违背。啊，咱是圣贤的学生，咱是神圣的弟子啊，对啊，解决问题啊。啊，咱对有大乘净土净信，咱对有如是多拢净信，拢是一念净信。对有世界上所有的宗教，咱嘛是一念净信。啊，爱培养心中纯净纯善的好气啊，咱伫这一生当中无敌人啊，啊，中国古人讲的“人家无敌”，人是什么呢？啊，人族的人伊无敌人啊，为什么？伊家敌人啊，拢嘛看做家己兄弟姊妹。只是有当时啊，意见啊，未合，吵吵闹闹，哪有讲真正对伊立呢？也无可能呢。啊，咱要维护咱的家庭，咱的家庭是地球啊，这一定要认识清楚。啊，我伫国外遮侪年。有人来甲我问讲，法师，你的国籍是伫倒位？我讲我家己是同乡，我是地球人啊！啊，咱拢住伫这地球上，拢是地球人，咱拢是一家人。啊，一定爱互相尊重，爱互相亲爱，爱互相关怀，互相照顾，互助合作。啊，咱所思所做所谋求的，就是地球人类全体的利益啊！唔是讲某一个局部国家，唔是啊个人呢，整体利益我嘛有一分啊！啊，这是中国老祖宗啊，圣贤教导咱呢，是儒释道教导咱呢，是所有的宗教经典啊，拢嘛是安尼先教咱呢，咱会相信啊。咱也唔通分别，唔通去执着，啊，行为学论来对讲，信者唯有实德灵提出三大功能，事实真实，啊，大圣经内面所讲的诸法实相啊，啊，整个宇宙的真相是什么呢？这是哲学的问题。这是啊，一个科学的啊问题。那究竟的科学，究竟的哲学，在大乘经来对。
这是啊，真是智慧啊！你这认识宇宙万有的真相，啊，第二是笃定，那灵是能量。啊，整个宇宙未超出这三大类，这三大类融合智慧，得在倒位，得在心内底，灵在倒位，灵在心内底。啊，以德为中心，心在倒位，心在德内底，灵嘛在德内底。一二三，三二一啦。转宇宙啊！啊，佛法在圣经上讲的智慧的灵，那实就是真实智慧。文经讲的这个三个真实，真实之者是讲这个实，真实的智慧。这些利益，啊，这些之力是啊，实得灵；这些智慧嘛是实得灵。啊，这个三字拢包括进咯，对哦，这三字。亲念老玉，念是承认，是接受。啊，亲亲到极处咯，完全肯定伊，接受伊，学习奉行，达到啊。终极的目标，啊，乐呢？是啊，行你时时之不也也好。学习当中得到真正的乐啊，啊，后面这个欲望，这个欲望不是对世间发，世间的自私自利，人们利用放下了，那个欲改变啊方向，向着实得灵，向着真实智慧，真实之者。真实啊，之理，啊，咱这个欲望，其实欲望是对家己的，啊，是自私自利的欲望。现在咱把这个自私自利完全放下，咱的欲望是对有全污丢的。大乘教里面讲。是变化界、虚空界，咱兴趣转咯，念头转咯，那为什么现在咱众生我明白咯？化界啊，虚空界来对，万事万物啦，诸行所生所现的呀。啊，诸性是灵性灵现，万物呢是所性所现。慧能大师讲话时阵讲啊真好，夫妻诸性灵性万法，啊，万法啦，该归于诸性，诸性都是咱的本体。
啊，咱甲万法是什么关系呢？是一体啊，一体是永远的和谐。但换一句话讲，所有一切经论，所有一切冲突，包括战争，拢是毫无意义的，拢是完全错误的，违背了自性啊！啊，咱对于家己非常庆幸，这一生接触大乘，几十年的时间，终算讲能出来咯，创清楚，创明白咯。啊，你难得自自然然的啊，回归自性，快乐啊，无比啊！啊，真正是欢喜充满呐！啊，心静为静，这个心都是自性，心嘛、啊、清净都是自性，自性都是心地清净，一点不染。何言心静？为甚物讲心静？以心性故啊！那为什么心会现一切法，也是一切法，伊是灵性灵现，也伊是真正的家己啊，如水清珠，灵清浊水。这下面啊，有一个比如，落的水，这个水底来对水真垃圾。气味真正臭啊！这个水清珠放在水里面，这个水自然就会清净。水清珠是宝啊！那拿摕到这个水清珠，是不是有水清净呢？袂当啊！为什么？那袂当用啊！啥人样用呢？心地啊清净的人都会样用。哇！一句话讲，珠不过是一个圆念呢。真正的去作用的，也可是你的清净心吗？你的清净心加环境加清净咯。啊，这件代志，日本冈本博士哦，做些实验，做个真正成功。啊，伊在日本，日本一个大湖，这个湖真正大了。啊，咱中国五湖个加起来，可能甲伊差不多大了。伊贝湖啊，伊第一去贝湖内底发现到一个水湾啊，湾落来这个角，这个角的水是死水，袂流的，水安尼流过去，伊流袂过去。20多年来啊，这个所在真垃圾，阁真乱。气味阁真歹闻，啊！伊来做水实验，找100多个人，请一个老和尚，那像150多个人，老和尚带大家咧，这个和尚现在无伫咯，迄个时阵已经90多岁。啊，带大家在湖边来做祈祷，时间就是一小时。啊，大家讲，这个一小时，咱啊，什么念头都唔能去想，拢总放下，只想啊一句话，
湖水清气咯。那都想这个海湾的湖水啊清气咯。一句话啊念出来呢，湖水清气咯。心来想，嘴来念，一句啊，刷了一句，唔通简短，一点钟。这实验做了后呢，三天了后，这个所在真正清气咯，臭味拢无咯。啊，日本的媒体报纸拢总有报道这个信息。啊，冈本伊都甲我讲，水竟然清气了半年，半年了后，伊搁再恢复原状咯。我都甲伊讲啊，你啊，最后三个月去记录一摆，那、啊、你这水都永远拢嘛清净的，每三个月去做一摆，真正有效啊！但是去做的啊，每三个月做一摆，以后这个水永远清气，甲全世界人讲，我的念头清净心。当个染污的这个啊污水恢复到清气啊，这大家做的啊，说明讲念力的力量啊是啊不可思议，清净心有偌大的力量啊！咱今啊，你这地区灾难。那讲了解这道理，咱来做些实验看卖，调集几百人，伫这个灾区啊，咱用这个方法看卖这个灾区是不是会当跌？啊，几天内就会当恢复正常啊。去北湖150多人做这个实验。三天了后，伊就清气了。真是啊，念力啊！今仔日量子力学家发现咯，要用念力来治疗疾病，唔要用药物，唔要用针灸啊！啊，家己改变念头。啊！所有不善的念头拢作放下，真正修忏悔，然后修仙，端正心念，真正有效果啊！啊，人一个发心，整个身体产生变化了，这就是境随心转了。身体会听咱的，咱徛的环境，同款的道理，伊嘛会听咱的啊。咱的念头先，住伫这个所在，无强不先。那大心。人变仙咯，啊，禅宗呢比道寺较容易做啊。禅宗的人生活较单纯，无什么太严重的这个杂念。咱的见面拢会甲人三照问，啊，头前大概是一个月款，因感觉真奇怪，这人是安怎无缘无故甲我相照问呢？伊嘛无要插咱，咱对伊笑笑，该相照问。两个月了后呢，伊也嘛对咱的点头。
啊，过去了后，伊看到我嘛，会甲我笑笑问。一个禅宗啊，咱伫路咧拄着伊啊，嘛会甲讲几句啊，讲一个话。以前根本都无，厝边来往来咯。咱有食诶物件分互大家，最后慢慢即个乡村内面厝边拢会变做朋友咯，地面拢会相照问，拢有礼貌咯。咱着爱做才会用力啊，无做是袂用力啊。爱带头啊，伫这所在住三年，即、这个规庄诶都变做一家人咯。那真正是守望啊，相助，互相关怀，互相照顾。那生活伫这所在都有人情味咯。啊，都是困难，都是共住一栋大楼，共住是一层，隔壁几十年都唔知道是姓什么，唔捌小少问。这生分人啊，你看你生活，你讲偌痛苦，伊啊心里偌郁闷呢。还有人带头啊，还有人认真来做啊。啊，最好的方法，结识了后，就要想办法，定定有聚会。这聚会最好就是讲一个月创一摆生日会，啊，共一个月生的这个寿星，每一个生日会时阵聚餐一摆，大家底下咧有讲有笑，同款斗阵拢熟咯。每个月一摆聚会，这餐桌就变作一家人咯。哎，有人啊，带头啦！餐厅内底啊，找一个公共场所，公共场所是医教堂是最好的所在。啊，每个月伫迄地啦做一摆这个啊庆生会，啊，有闲的人拢来参加。咱来当去学外国人啊！这种聚会呢，每一个人炸一个菜，啊，这地带二三十家都二三十个菜咯，要用自助餐的方法啦。那听说迄个所在去煮饭啊，煮汤啊。汤甲饭咧，也是这边来供应菜咧，每只人家己炸来。一个庄，一个镇，就变成一家人咯。啊，人是社会动物啊，袂当个无往来啊。人都爱建立感情，爱常常交流，建立共识。啊，下面佫讲咯，有诸念法，各自有相，唯有不信诸相混浊。可能混浊有心心所，即感染啊，八识五十一的心所，啊，两着的法都是烦恼啊。在《圣经》内面，甲无量烦恼。归纳做二
二十六大类啊，根本烦恼有六大类，贪嗔痴慢疑恶见啊，错误见解六大类。二十种随烦恼，大随烦恼，喂呀，中随烦恼两个，小随烦恼十个，你每一个烦恼起来，未讲是啊单独的，你也连带几落个起来。这种嘛是念有啊，唯有不信，不信什么？不信是得灵啊，也都会被感染咯。相信是得灵，这个烦恼都无问题咯。只有烦恼未讲起太大的作用，换一句讲，无重大伤害，有智慧啊。也当该控制啊，无智慧、无信心，随在去发展，伊就会产生着麻烦啦、啊，产生啦染污咯。下面大师莲地大师举个比如，如洁秽物。就是啊，垃圾物件，真垃圾的物件。用现在来讲，伊是带有细菌，也传染，就是这个意思。自毁毁他啦，家己染污家己嘛，染污的别人。信正反比，信心信是得灵个。念有时嘟嘟啊颠倒病啊过境为上这是清净上金秀净土诸佛心经身为金无明亦心意啊啊，这段话呢，拢总是莲池大师讲的。咱今仔日修净土，咱对释迦牟尼佛得得到信息，咱啊对释迦牟尼佛要有坚定的这个信心，唔通去怀疑。啊，怀疑这个利益就失去了。啊，耶稣跟咱讲，有天堂，善心善行的人，将来以后拢会去天堂，是不是真的真的啊？一点未记，佛讲较详细。佛讲天有二十八层天，啊，基督教无讲遐多，基督教虽然无明讲咧，啊，咱学佛的人真清楚，天有偌侪层，关阶是无同的，行小仙是下面的天。修大仙山顶面的天，什么是天堂啊？伊啊，这个天堂，那二十八层天全部拢包括了。那基督教是无讲出六道轮回，那天堂伫六道轮回内面，伊讲天堂讲地狱，伊啊。无讲六道，啊，至少有四道是肯定的：天道、地狱道、人道、精神道。你看得到呀？
至少这四道生灵，啊，佛讲较清楚，这六道不是讲佛大乘讲的，佛还没出世，婆罗门教就有讲咯。婆罗门教比佛教大概早一万年，但伊都讲甲真正清楚。伊是为虾米清楚？伊呐是修禅定，四禅八定啊，是婆罗门教修行啊。四禅八定啊，都会当甲六道啊轮回的状况，从个啊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所以佛陀教学在修行里面所修的这禅定，都是四禅八定啊。但是呢，婆罗门教的四禅八定无出轮回，佛教出轮回了。啊，佛教知影讲，轮回外面要有什么呢？因也唔知影啦。因轮回就到个非常非非上天就停止咯。啊，所以讲，迄个所在啊，都是不生不灭，都是大涅槃的境界，这是误会啊。啊，佛知影。佛教家第八定呢，佮深入呢，进到第九定，眼界就开咯。第九定内面看到什么呢？看到四圣法界、声闻、缘觉、菩萨、佛，看到这个。佮入去深一层的定呢，叫我是法界了。啊！看到伊真法界，完全是用定功。啊，释迦牟尼佛是对禅定开悟的。啊，大彻大悟，一滴毗婆罗树卡，印度人称毗婆罗树，现在该称作是菩提树。这个树卡立定的啊，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这就是成佛了。啊，成佛就是明心见性，自性内面呢，体相用明白了，这真正是究竟圆满了。啊，宇宙对都未来，万法对都未来，全部拢。从清楚，从明白咯，啊，这才开始教学。啊，教学的目的呢，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基督教耶稣啦，教学的目的。跟佛陀真相似，啊，耶稣教学的目的呢，是要教人的恶业消毒，啊，用这个做教学的宗旨。啊，佛法的教学，终极的目标是要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苦乐啊，是故，离我啊是因啊。佛啊，知影这因果，所以在因上咧用功夫，教人断恶修善。明心手段就是用教学啊。
啊，钢筋教学是手段，目的呢是要帮助众生破迷开悟。迷那是断咯，苦啊就无咯。我那是讲开咯，啊，落到得着咯。那佛用这个方法，一心教学啊。我看经典内面啊，佛给咱介绍十方无量无边诸佛刹土，所有的啊，所有的这些诸佛如来呢，发心菩萨因是咧创什么？隆重教学啊！咱啊，中国老祖宗2000年前，礼记学记内面提出来，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啊！2000年。啊，佛比人较早，释迦牟尼佛2500年前，教下为先，伊也家己亲身落实咯。啊，安尼咱就得到一个结论：经过五条，解决任何问题。最妙方法就是教学啊！啊，昨昏有人问我，你看中国现在这个社会，这哎呀乱象啊！中国传统的物件，等到100多年，要偌久的时间才会当恢复？我这问题，啊，我真简单甲伊讲，啊，讲是要真正恢复到正常，真像古早时的礼仪之邦啊，和谐之国。应该尽力时间都会用的，要安怎可能？现在媒体较厉害啊，那无现在这个啊高科技的媒体，都无办法恢复啊，是真的啊，100年都未当恢复。那是讲有这个就好办啦、啊。国家只要培养一个50-60个好的老师，专攻儒释道，国家电视台每天来播送，一年整个社会污染的全部拢嘛清都清气，啊，人的清净心恢复咯。我讲这个话有证据的，过去啊，我伫汤池小镇做过3年的实验。啊！我原本是一个想讲啊，做这代志是爱好老百姓良心发现，真正回头都爱呀、啊、2-3年的功夫啊！啊，无想到讲3个月啊就成功咯！啊，所以我这个实验得到2个结论，第一个就是讲证明人性本善。啊，人之初性本善，这个绝对正确的。啊，都亲像释迦牟尼佛甲咱讲，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咱来相信。啊，伊为什么不是佛？有派咯，无人教伊啊。啊，所以教育偌重要。啊！我伫马来西亚有一摆，甲华校校长、教师因做一摆交流啊。我喺单位当中就讲10个教学为先，
啊，特别强调一句话：解决问题无别项的，就是教学。那每一个宗教拢嘛，会用啊现代的这工具呢？无线电的广播电台、卫星电视台、网际网络，拢嘛有十几个、二十个，都有一个警告，真正有研究做教的，互因来讲，产生的效果啊，就不可思议啊！啊，国家带头一年就恢复正常，人的良心隆重出现，国泰民安。无用这个手段，我都唔知影咯。啊，因听我的话，我都甲伊讲，我实际上咧，甲大家做一个证明。哇，国家寡人一个啊，无任何背景啊，嘛无学历，嘛无经历，哇，讲了55年，会产生这么大的效果。那讲是有10个净空法师，20个净空法师，我相信世界都未造成这款的啊，无可能这么混乱啊。就是无人讲啊，讲的人无人要支持，无讲经的就有人支持。你讲我起只大庙，支持人真多，讲经无人要支持啊，这个工作真辛苦啊，无人支持，真多人庆幸咯。我当时学出来讲经的这个时阵，我少年的讲经法师大概都10几20个，拢总拢退心咯。到现在只剩我一个，其他拢无咯。啊，什么原因？啊，无人要支持啊。啊，日子过个真辛苦啊。将来顶顶有赞叹有诽谤，拢总都爱忍受。这内面的关键呢、啊，对佛法、对宗教，还有啊透彻的认知啊。为什么？伊才未去动摇啊？你赞叹我，我未生欢喜心。我感觉这是我的本分的代志，无值得赞叹。你诽谤我，我会原谅你。为什么？你跟我都无往来啊！你未了解我，你唔知我咧做什么代志。你对我若清楚了解，你就未诽谤我。啊，这款代志是真正辛苦啊！啊，我33岁出家，出家就讲经教学，55年无中断。我嘛是无想到我有这大影响。啊，这个影响够3项物件。功德吧，我无版权，欢迎copy流通。第二是网络，第三是卫星电视，这产生效果大咯。啊，咱伫即地学习顶住。啊，网络是当时全球伫这个时阵
拢会收看到。卫星就爱一个月以后，因来从离魔，有后者时间，离魔拍去了后，迄度更加清楚，更加方便。啊，这三物件啦，产生这大的影响力啊！国家拿起来抓头，还是不得了了。现在国家抓头，真正咧造就斯里兰卡，这个国家是真正咧做啊。全国的人民，无一个未享福法的，伊逐工听经啊。伊无其他娱乐啊，听经是因啊生活内底最大享受啊。暗时回去厝咧，拢嘛斗阵咧听经。有天伦之乐啊，啊无娱乐场所，学生放学回去厝咧。父母工作了后回去厝咧，暗时是家庭这个团聚的这个时间。啊，因为电视台播送的都是法师讲经，法师咧教学，嘛有技术出来咧教，所以人人拢嘛了解。无就是外行的啊！你们为什么要学佛呢？也讲出这个道理出来。每一个人都嘛欢喜充满，生活听到是真假啊，修理是真弥补，但是每一个人活得非常快乐，这快乐对倒来。对啊，佛法当中来，全国的出家人拢是义务教师，因感情教学无收学费的，啊，无接受钱财供养。那要供养，供养因的啊，上主，上主会接受。个人是未用接受，个人确实无财物，啊，上主有专门管理这寺庙这个出家人，因啊负责来做这个代志，人人乞丐啊，无论出家在家，无一个未受戒律的。社会安定啊，和谐啊！啊，这个社会里面，无人会欺骗人，所以袂妄语，袂良心，袂忌语，袂恶口啊！啊，真正做到了。啊，所以去这所在啊，去旅游去参观，啊，像登去古早时阵，啊，确实现代化呢，大概就车辆啊、公路、汽车这是现代化，啊，农耕也是农业国家，也可是传统的啊，人工伫咧种植。啊，农产品呢，无农药，无化肥，所以伫迄个所在食物件安全，唔免过路，它是一个好所在。啊，我劝总统
板南京大学，这个是佛教大学的全球三大学系隆重的拥立在这个学校里面。啊，巴黎文学系、汉语学系、中语学系，这些现在佛教在国际上三大学系，在这地来求学的，这三种语言拢都爱学，也过来学英语。啊，英语是现在全世界通用的。啊，对世间人来讲呢，英语是有必要的。啊，甲世尊49年的教学，现在世界上各个无同的宗派融合做伙，这个大学。都是佛教的大家庭啊！啊，第二个呢，建一个宗教大学，目的呢，要团结全世界的宗教，希望宗教拢回归教育，认真的讲经教学，化解冲突。带动全世界营救和平，这是宗教大学的宗旨啊！啊，去年11月，我甲总统讲这话，今年啊都落实咯。啊，佛教大学大概是一个月对咱开讲。6月份举行的普陀典礼，啊，这两个月间是土壤探测，大概两个月的时间，探测完了报告出来了后，要按怎做这地基，所以我想这个月应该就会开工，9月份就能开工。有定2年完成，啊，完成了后就正式招生。现在啊，这个信息发出去了，真侪人真欢喜。有这种尊重的人，对佛教有修持、有研究的人，因甲我讲，现在已经有160多个人。这些人都嘛是这个学校的教师，啊，有巴黎文呢，有中文呢，有英文呢，可能中文比较较少数，因为中文啊，真正是这个短暂咯，在二战了后呢。真正伫中文的经典上来用功夫的人太少了。过去我熟悉这几个老人拢过身了啊，拢嘛往生，这非常可惜啊。化解啊！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冲突，对夫妻离婚，这个夫冲突啊，弟兄冲突，兄弟冲突，朋友冲突，那走出家庭，员工冲突，头家跟员工不和。中官甲部下袂好，啊，种族的冲突、宗教的冲突，
国家甲国家的冲突麻烦足多啊。那讲未尽的冲突，都用钢筋教学这个方法全部化解了。伊啊，逐天听，逐天咧学，自然都会感受到，慢慢都会明白，明白这个物件拢总放下，未过甲家己过未去，问题就解决了。我这个55年都有人问，伊有一寡这个型号啊，有记录无啊？问我，我讲无。我即逐天讲，只问经文，无问修学。有个人有偌多咧，唔知影。为什么款咧？我嘛唔知。我知影，确确实实有人认真咧做。少数人啊，我相信真多跟我是无联系，我无道场啊。我昨昏就甲讲，我即块毋是道场，毋是寺庙，是徛家，是几个下骨的同学，阮啊做伙来念佛的。每家人伫遮买一栋厝，就是顶厝。大概有十几家人，阮大做伙互相照顾。啊，这间厝较大间，上基师的，伊照阮使用的，财产所有权是伊的，阮使用是无限期的。到一天，阮阿无爱，阿就喊伊咯。啊，所以这个所在是这款的性质啊，这嘛是真特别，其他所在无的。啊，所以讲唔是公共设施。啊，阮有一个协会伫尖沙咀，我看将来若有缘分，可以搬到大埔，距离阮较近。啊，钢筋教学也是在用网络，现场来听的人真少。啊，伫网络，伫卫星顶面人较侪。啊，阮嘛有一个网络学校，听讲学生超过10000多人。这是温庭教学。无校址、无教室的啊，拢是啊，每一个人伫网络顶面啊，家己来学习的。啊，所以清净心、信心是非常的重要啊！啊，信为基础。明也心意，这个真清楚、真明白咯。华严经上讲的，身为道源功德母，供养一切诸善根啊。是故，阿弥陀佛音声王罗罗尼经内面就讲。有一段这款经文呢，安乐世界，安乐世界都是极乐世界，所有佛法，佛法是佛陀教学的方法。不可思议啊！啊，这就是究竟的科学。啊，咱利用这个科技的技术，
就这个录音播放《钢经》，播放佛菩萨的名号啊！现在是用太阳能，放伫这个鼎的内底，这个地区拢会听到钢经的声音，拢听到念佛的声音。我住伫庄卡，这庄卡有一个小土地庙，无大真细啊。我伫内面放一部《地藏菩萨本愿经》讲经的录音带，讲完啊，伊搁在重复，伊循环伫遐咧讲，24小时无中断，都是有人去遐咧听。修炼佛堂嘛，有人去遐去念，这内底无法师的领众啊，完全啊对这念佛机，伫这内面经行，这是啊科学技术啦、啊。比如世界树木花草拢会讲经，拢会念佛啊，比人较厉害啊。咱还阁未当做到这款程度，而且伊听经的时阵呢，随你的念头，我想要听华严，听真正在讲华严；你想要听法华，你听真正是在讲法华经。这个咱科技还阁做未到，到了世界做到了，所以伊的科学技术啊，比咱个高明啊。咱盖也未必咧，玉鼎说法啦，啊，极乐世界莲花化身，咱这世间人是胎生呢，啊，极乐世界人唔免去坐胎呀，化身呀。莲花化身呢？啊，花开的见佛，花一个开就定你出世咯。出世偌大呢？不是讲对囡仔慢慢大汉，不是，甲阿弥陀同款大，甲阿弥陀的相貌完全同款。身心健康，没饮食啊，无生老啊病死。咱这个八种苦，叫做世界无啊，无万金辉，无求不得，无啊爱别离。世间啊，所有一切苦恼，叫做世间拢总无啊。谁人家里呢？阿弥陀佛亲身来指导啊，叫做世间遐多人，阿弥陀佛咪用会用？阿弥陀佛会分身啊，每一个人拢感觉到阿弥陀佛在我身边咧指导我。所以啊，你成就了真紧啊，进步真紧。东海盘路拢嘛是菩萨，啊，伫即个讲堂毕业咯，开悟咯，啊，都成佛啦。无成佛，你未离开即个讲堂。啊！离开讲堂就成佛，迄个就是成佛的保证班啦、啊。啊，成佛呢，就是成就圆满的智慧，
成就圆满的福德。咱讲经的进程，爱念三皈依，皈佛、礼、足尊。这个礼，这个是智慧，这个是福德。咱讲福报，智慧福报，这两种啊，佛龙中啊，得到圆满咯。究竟圆满，足是足，就是满足，就是圆满的意思。佛那是礼足尊。啊，智慧啊，甲福报来对，伊是最悬的，无一超越你的。啊，咱有福，从个个目标都是要得到这两种圆满。啊，咱甲阿弥陀佛同款的圆满，这才离开工堂啊，离开工堂就毕业咯。去到位呢？回归上一公，真正达到的是究竟啊圆满，这无会通讲咯。啊，佛陀啊，教育最高峰的所在，所以咱是咧惊，惊捷径啊，未去惊啊冤枉路。最快速的一条道路，最稳当的一条道路，而最重要就是爱清净心、信心。啊，故叫清净信心，都无一个未成就的。但是呢，清净信心是真困难啦。啊，要安怎？经教来用功夫啊！中国古人有一句话在讲：“读书轻便，积极自见。”哎呀，培养家己的清净心，爱透彻了解净土经啊、理论，你只要创清楚、创明白，你的疑心断落，每个疑惑信心成就。经教的好处就在这地啊！疑惑若无断，有时候疑惑都未用哩。所以呢，经教功德是不可思议。所有的佛法不可思议，神通显化，种种方便不可思议。啊，极乐世界。虽然咱的身体甲阿弥陀佛刚提一个讲堂，听讲经教学，同时佛的现无量无边的化身，到十方世界去接引往生的众生。不来接引，为什么心化心呢？有灵力变化无量无边心啊，接引无量无边世界念佛往生啊，还叫做世界的人，一下都未老。咱这些学生呢，有啊佛同款的灵力。但嘛是真心的阿弥陀讲堂无叮当，咱嘛有无量无边的化身，去到位呢？去十方诸佛刹土去拜佛，去供佛，供佛是修福啊，去听经文化是修慧啊，所以福慧利足尊啊，有了世界人办会到啊。那讲降佛呢？啊，救佛啊，救慧，而且迄个世界啊，迄、那个佛的世界，有一寡甲咱啊有缘的众生，咱就拢总知影，
有缘的众生，咱化身顺便去度化因啊，去帮助因，啊，有这款的能力啊。啊，这个所在你个想法嘛，你敢唔去呢？你那是讲无想要去，你就是一个大戆人啊！那真想要去啊，这个世界都要放下了，这个世界物件拢嘛是染污啊，袂当炸去的。炸起一家，叫做世界染污咯，连这身体都嘛爱放下，身心世界一切放下，什么时阵放下？现在都爱放下，唔通讲等我命终的时阵再来放下，慢咯，迄个想靠不住啊！现在都来啊，放下啦，放下什么？这丝毫留恋都拢无。啊！我这身体伫这世间，除了一心念佛求生净土以外，啊，有缘的帮助这个世间的众生，啊，恁都爱啊尽心尽力来做啊。啊，我有机会看到一寡国王大臣，现在讲的国家领导人。我老我拢话劝因啦，一定爱创传统的教育，传统教育好啊，真正解决问题啊。啊，我会甲我的看法、想法、做法甲伊讲，伊听有听明白，伊就认真做，伊真有好处。啊，我绝对袂为着家己来想。绝对袂去求名门利用，尤其是遮侪戏咯，随时随地拢会当走咯，嘛无时候留恋。啊，所以遮个人讲往来嘛真放心。啊，对外态度嘛，拢真诚恳，真轻松，无压力。啊，我甲讲搁较侪，我袂讲希望伊有丝毫回报予我，无。希望讲啊，每一个人个心量拓开，关怀全世界，关怀一切可能的众生。头一个绝对唔能去霸占，反对战争。战争啊，确实是罪恶。啊，偌济人的性命财产丧失，你敢袂负责任呢？这个小金歹算，算不清啊，绝对不能去创这种妄事。啊，一切问题确确实实，钢筋教学会化解啊。啊，苏利兰开总统有老师。伊是穿国书，啊，兄弟嘛法师，甲我是非常好的朋友，阮熟识二十多年咯。也过真少岁。心那么大，会包容。
啊，今年55岁，个少年啊，可以做真多代志啊。啊，总统何其对非常信任，人民有福啊，乃家己国家有福，人民有福，全世界人拢有福。啊，所以人心，若有人心啊，如是之书，本经所讲的，你会当啊相信。经常讲啊真好，当地是人不可思议，你这个人不可思议啊！啊，好讲啊，不可思议代志，你拢会当啊个接受。听了未反对，会认同啊！你也就是不可思议的人啊！做的业报也不可思议，你将来得到果报也不可思议。那果报是什么？会去叫到世界去做佛啦！有要解惑。唯有大地弘扬德行，这奥义大师讲的，什么人会相信？信愿念佛，往生成佛，这样会相信。唯有大地啊，弘扬德行，德是德行，实实在在，这丝毫怀疑拢无，也相信啊。这个智慧，甲诸佛如来智慧是同款的，甲法身大师的智慧同款啊。无这智慧，听到是半信呐。半疑，啊！我当初听到嘛是半信半疑啊。啊，统计啊，60年，疑才转去啊。安怎转去呢？逐日讲啊，甲大家来分享。安尼才转去，那不是讲逐天学、逐天读、逐天学、逐天甲大家来分享，就袂当转啊。啊，所以我对有咱的老祖宗古圣先贤这两句话，背佛教啊，五体投地，一门深入。当时分修，我晚年就是这部经，就是这部注解，把行动放下了。啊，每天至少4小时，读诵这个课注啊，每天4小时，跟大家来分享。啊，这是我每天的功课。87岁啊，愈做愈欢喜，欲罢不能啊！啊，不是真重要代志，我未出门。啊，所以重要代志一定跟全世界人民有关系，这叫做大事。跟多一个个人有利益，你小集团利益，
啊，这个无关系，这小事。安乐集，安乐集，以论诸，论诸是坦然法师的著作，伊讲啊，三心，一者尊心、信心、亲和啊，尊。丝毫掺杂都拢无，啊！深厚的信心，你家的一心，信心顺意，啊！咱起心动念，就是叫做世界阿弥陀佛，未起别的念头。啊，别个念头拢无咯，啊，有人来问其他的，是为你个人呢？我回答你，也个是阿弥陀佛。你若是真正为正法救助，我会讲解给你听。为什么你无为家己啊？为个人的利益呢？念佛往生是啊，第一个利益，最大的利益。其他会当讲无什么啦？为什么你学袂到啊？是三的相续心，信心相续不杂无念，这四字用得真好。啊，信心相续无妄想啊夹杂，无妄念夹杂。啊，对一切众生是安怎看法呢？道家对待阿弥陀佛同款的看法，阿弥陀佛在哪里？一切众生都是阿弥陀佛啦。一切时一切处，跟我一个对面，那就是阿弥陀佛。咁真正真正一点未假，为什么？伊的自性都是阿弥陀佛。你本来就是阿弥陀佛啊，现在也被念污啊，变作凡夫，那未看一遍，看一本，看一本，对伊的这恭敬心啊，啊，就会生起来。啊，看伊的相，现前的相，烦恼心就会起来咯，咱就无想要生烦恼。咱只是功德，所以唔免着伊个相，看伊个本啊，伊啊是阿弥陀佛啊，对家己个利益就太大，这都是不可思议人啊。并且讲。就灵相续即是一心，但灵一心嘛、啊，即是顺心。故此三心若不生者，啊，无有实处啊，无这道理。你的心用到这个境界呢，家己会当啊，甲肯定决定往生。啊，虽然现在还未去叫做世界去。就是个已经注册了，那恁起心动念，头前大行菩萨讲个真好，咱动一念头，佛知影，佛下心通，
啊，咱伫遮咧念佛，佛知影，佛如天理通。咱伫遮咧拜佛，佛有天眼，伊看到。无一项唔知影，真正唔是假呀！啊，咱用顺一的真心，就是决定啊，往生的保证啊，下面的这段《总观注经论》，头前引用这的经论所讲的。所操为信解心经啊，真正相信咯，把念头登咯，心清净。哇，嗰个想这个想迄个，唔好啊！信心清净对啊，化解一切灾难。啊，什么灾难？家己阴湿啦。啊，饮食的经济的经济的，迄拢也是保养身体啊。我现在念念叫往生，哇，对，饮食袂挑剔，我什么我就食什么啊。我毒药我嘛食，我无些分别心，我只有阿弥陀佛的心，阿弥陀佛的心拄着毒药，毒药嘛会化解啊。这是真的啊！经随心转啊，想境界要创什么？那去想啊，只想往生，无想境界啊！真侪人咧讲我，要求我伫这世间啊，过大几年啊，我讲这不是我的代志，这是阿弥陀的代志啊！阿弥陀叫我给大几年，我就大几年。阿弥陀叫我现在来去，我就现在来去，我无意见啦。啊，佛祖主宰啊，我个生死拢未记得咯。啊，我即卖住伫即地，但住伫叫做世界拢嘛同款的啊。这个世界一切的人事物拢未来干扰我，啊，我未因为因来起心动念，这个、这都会用你咯，得成就咯，啊，所以学到这物件。会晓用啊！若是到生活上，若是到工作，若是到处事待人接物，啊，心目当中，这地球就是极乐世界啊！只是这极乐世界是好一寡梦想啊、分别啦、啊、执着啊，才能够创乱去咯。啊，修个个精力啊，伊就恢复咯。啊，所以念佛的人，真正要去啊，叫做世界去做佛的人，会记得哦，千万啊，唔通好这个世间的一切人事物干扰。你若好伊干扰啊，就错咯，你就艰苦咯。你未好伊干扰，你真快乐，家己爱会当去做主，凡所有上皆是福梦。既然拢是父母，何必都要认真呢？啊，都无认真的必要咯。好，今仔日时间到咯，啊，这堂课咱就学到这地。